好久不见的侯佩岑出席活动，一袭粉色洋装，优雅端庄。过去曾经和黄子佼一起主持金钟奖。对于曾经的搭档最近爆出一连串风波，侯佩岑回应：“儿少保护应该更周全。”其实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议题，也是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多的进步，更多的看见。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事件，可以更多的帮助到儿少的保护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机制，让我们可以让社会更好，更多的爱跟关怀。资深艺人陈美凤曾在 AG 发文讲到台湾不停传出对未成年性侵性剥削事件，感到痛心，提出诉求，希望集结各界力量督促立法院修法，建立对儿少保护更安全的防护网。我跟他不是很熟，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然后要懂得拒绝。同样都被张小燕为师，朴学亮身为黄子佼的好友，两人相识超过35年，感情深厚。如今黄子佼深陷风波，朴学亮低调回应不会切割。这种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对了，你大概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人家吧。如果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做错了事情，错就是错了嘛。黄子佼争议爆不停，舆论压力、社会批评，恐怕不会这么快平息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